好了，今天吃这个。我们来到那个。金喜园。金喜园啊，对啊，猪肉馅饼。金喜园不对吗？你是怎样？对啊。阿哥，你干嘛反应这么强烈？你说金喜园。我在拍猪肉馅饼 ，OK， 这一份先偷吃你一个，邱正腾来。偷吃你一个，反正你也吃不完。等下我吃不完，你我也会掉下来。哎，翻过来，觉得是 iPhone 的镜头会比较好，比较方便。不要。我女儿不会入镜。你们她不会入镜。要没做，为什么要加这么多？没有一点点而已啊。她这有味精。她这有味精啊。可是味精太重，我就吃了觉得很奇怪。因为有些白胡椒粉会加一堆味精。啊，吃上这个猪肉馅饼，现在会爆汁了。嗯，对。所以要小心一点。那 OK。没错。来，先给我看。因为这样子距离差不多了，好，这快炒。就免洗筷，真的很难用那个。你看没看到？是姿势。啊，那我帮你烤的。嗯，不要不要，上夹子，上夹子，不要不要，我没有，我这样靠的，等一下会吃会一定会有汤汁的，所以有时候我拍片就是这样，还好，没有那个，嗯，猪肉馅饼。那人量算蛮多的。嗯。那人量，那个馅，算蛮多。对，你看，满满的馅，好吃，搭配这个。哎，你看流出汁，你看，不骗你啊，它里面有真有汁啊，所以你要吃哦，小心点。这不好夹。不要去，等下掉下去就等下喷那个肾脏都是的。我看 ，OK 啦，好啦，就是金喜园的这个啦，哈 ，OK， 那就影片分享到这边啦，哈，拜拜。